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
十年前李处长给你女儿打的那一针，从今以后解药你从我这里拿。是。打搅了。孙馆长，卑职在。你会不会因为十年前李处长做的那件事儿公报私仇啊？辉先生，我已对党国多年的忠诚发誓，我和此事绝没有关系。好。进来。馆长，出什么事了？小峰送走了吗？看看这个。馆长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。这个兔崽子，他杀了城官，还有我妹妹。我周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连累您和白山馆的弟兄。周八，好兄弟，谢谢你，我谢谢你替我杀了会议社的人。我们总算对王先生能有点交代了。是啊，孙馆长，您觉得这件事情咱们该如何了断呢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反正云先生他们几个已经死了，所谓死无对证，让他们查去好了。是。不过我们对付张海峰还有把小芳送走的事情得缓一缓，现在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，等过些日子事情平静了再说吧。是。下车，弟兄们。任处长，请。二位长官，请，请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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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找了，找好了啊！哎，都找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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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作快点，快点。全部带到审讯室。是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，走，快走，快点。任处长，请。
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所见，三号楼的犯人全都被押走了。押到哪儿去了？从方向上看，应该是沈旭楼。哦，对了，这回来的人全都是生面孔，而且服装跟白山馆的都不一样。一进来就控制了整个监区，连看守都不放过。连看守都不放过？对。我明白了。疯子，疯子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三号楼地下室里面要挖通很多块铁板才能打通发电机房的通路，才能离开白山馆。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在这长大，我想问你还有没有其他通路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节省时间。那你先告诉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昨天你为什么坐在这儿哭？想妈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妈妈是怎么死的？我妈妈姓房，叫房芳，小名叫芳芳。她是白山馆最漂亮最漂亮的女人。我爸爸喜欢我妈妈，后来就有了我。你是白文彩的后代？是啊。可其他妈妈不喜欢我妈妈，他们老打我妈妈，他们只让妈妈在厨房。疯子，以后有时间再说这些，你现在告诉我有没有其他通路。我也跟着妈妈在厨房。有一次爸爸拿回好多好多的罐头，国外的，
我想吃，妈妈就想办法帮我拿。后来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就打我妈妈，把我妈妈给打死了。我就躲在地下边来了。过了好多好多年，有一次我出去玩，看见好多好多的兵，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，关到了你们一号楼牢房，我就再也没下来过。要不是你，我再也下不来了。你等等，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现在我们要竭尽全力挖通岩洞到第四块铁板之间的通路，所以除了我、方宇，张兰也要加进来。张兰？对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另外，方宇不是正常人，需要被人带领才可以挖掘。哎，兄弟，那个张兰不是在办公区的地下牢房吗？他怎么过来帮咱们呀？办公区的地下室其实都是相连的，而防御的岩洞跟那边的地下室有一个接入口，张兰在夜里可以下来帮我们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说细点啊，现在从刘明义挖粪坑的那个地方，能不能到咱们二号楼的幺零七来？可以。那从咱们二号楼幺零七能不能通过防御的岩洞到达办公区的地下室？可以。那你以前不是说过从办公区地下室不直接可以通到发电机房吗？理论上可以。那刘明义还挖什么铁板什么粪坑啊？那不从铁牢一回来咱们今天晚上不就出去了吗？我忘了跟你说一点，从幺零七到地下岩洞要走一段地面，就在看守的眼皮底下，我不想让刘明义冒这个风险。你早说嘛。好了，从今天起我们要夜以继日，每天晚上我都要下去帮忙。你每天晚上都下去？那看守查房怎么办？你找方宇替我睡觉，但是你要看住他。
徐会长，王大夫怎么样了？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，咱们得赶快想办法呀。你回去跟孙馆长说，就说等王凌宇病好了，我才能回白山馆。是。报告任处长，孙馆长，第一轮的甄别工作全部结束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这里是所有的审讯记录，有嫌疑的犯人一共有9名。根据这一轮的排查，我们可以肯定，这9名犯人嫌疑最大。廖三那件事情，即便不是他们做的，至少也知情。所以卑职认为，只要在这9名犯人身上下足了功夫，一定可以查到那条大鱼的下落。好，好。任处长，请。喂，我是。卑职明白，您放心。好，好，进来。周队，犯人们都放回来了。都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扣了9个人，黑牙、铁杆子被扣了，龅牙他们都回来了。哎，周队长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究竟要查什么呀？这个事情你就别问了。龅牙他们几个不都已经回来了吗？把他们几个扔回地下室去。快把粪坑修好。是。我们一定好好干活，您放心，长官。哎，几位大哥，我怎么觉得要出事儿啊？是啊，这下把咱们3号楼的人全给抓回来了。哎，咱哥几个虽然放回来了，可这帮孙子不知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，把黑牙和铁杆子留在那儿。张队长，我看这里头肯定有事儿。是。等晚上张副处长来了，我跟他商量商量，走吧，咱们干活去。嗯，走啊。兄弟，走吧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现在小猫、龅牙以及3号楼绝大多数犯人都被放回来了，但是敌人还是留了几个人在审讯楼，其中包括黑牙和铁杆子他们。张副处长好。这两天我看张副处长的心情不太好啊，所以肯定是遇见什么新事儿了。什么新事儿啊？所谓相由心生嘛，以张副处长的韬晦，还能从面相上看得出来，那说明这事儿肯定不小。冯队长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让我和冯先生单独待一会儿，好吗？不是，张副处长，我想冯彪，你有完没完？滚蛋！不是，滚不滚？不滚蛋！
你说冯彪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刚才说黑牙龅牙都放回来了？没错，一放回来周八就继续让人修粪坑去了。小眼儿，哟，冯长官，有话说有批放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说，我想求你帮我给带点东西。你是我爹呀！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别碍手碍脚的啊！于凤是你什么人啊？是小大方。大方被你杀了？是。因为什么？他奶奶的，这臭娘们在外面跟人通奸。坐下。李小六，在。你为什么进来呢？抢劫。坐下。哦，魏先生，怎么样？把这几个人都放回去。
放回去。三号楼所有犯人的审讯记录你有吧？有，给我拿到孙馆长的办公室。是。孙馆长，卑职在。按照辉先生的吩咐，把这九人都放回去。是。魏先生，这是全部三号楼犯人的审讯记录。出去吧，没叫你别进来。是。你要找的大鱼不在你给我的这九个人里面，我现在帮你把他找出来。是。卑职告退。谁知道这群兔崽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抓抓放放，把老子都给搞糊涂。哎，我们下去说话吧，张副处长来了。张副处长来了啊，走。哎，走走。张副处长，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后来我们这边就都给放回来了。张副处长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黑夜，你和
疯子，别忘了，你要替我睡觉。睡觉？对。那我去，睡觉去喽。帮我拿上衣服。喏。4点钟叫我，啊！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接着，睡觉的时候露点屁股，露点腿，听见没有？嗯，赶紧睡。